五十五载一路兼程，五十五载一路高歌，五十五载一路辉煌。衷心广大科技工作者们，一次次用勤劳双手托举起我们遨游苍穹，与我们共同克服困难，圆满完成任务。执行任务以来，不论是白天黑夜，总能听到耳机里面你们亲切的声音，总能看到你们忙碌的身影，感受到你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呵护，曙光永远就在，成了我们完成任务、直面挑战最强大的底气。近日，我们也收到中心各单位的祝福，觉得很温暖、很感动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有大家在，我们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，没有跨越不了的障碍，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。让我们一起携手并进，迈向更深更远的太空。中国航天员中心永远值得期待。